嗨，各位，你们应该也看到，就现在下大雨，然后我现在准备要去一间咖啡厅跟一个 YouTuber 见面。好，那我要赶快过去哦。回到家了，那我现在呢会想要休息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晚上呢我要去看牙齿。就是你们想说我都已经拆牙套了，为什么还要去看牙齿？我觉得我的医生真的是还蛮好的，你拆完牙套之后他还是会定期去追踪你的牙齿的状况，看一下我的维持器跟我现在的牙齿到底合不合啊，可以再做一些调整之类的。准备要出门咯，这个呢就是我等一下要出门的样子，非常的休闲。我平常没有干嘛的时候我就穿成这样，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。棒，在嚼口香糖，你看他的手，棒，多夸张，是白饭，白饭啦。多爽啊，棒，妹妹，妹妹。各位早安，我很难得就是已经化好了妆，因为等一下呢莱利要来我家，因为他快要生日嘛，我就邀请他来我家吃吃喝喝聊天这样子。那我最近呢刚好收到了一个包裹， Simple Rachel 的衣服，那他的衣服呢是走比较法式复古风的，那我想说可以跟大家一起开箱，然后我们就直接从中挑选一套衣服直接出门。我现在换这件看看好了。哇塞，它有个复古的啦！天哪，这会不会太气质了？这好像有点美耶。虽然说我平常都不是走气质路线的，但是穿上这一件，我瞬间变成了法国小少女。好了，那我也差不多该出门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出发吧。等一下，先看啊！我已经忘记我们上前面什么，我帮你买外三。我在录影，小姐。这是我们煮好的火锅，来买了可可。我们今天就是吃胖胖餐，爽啦！我现在要把这个礼物送给阿莱，你看，它是中指，它是比中指哦，它是那个中指交差嘛，那我现在要给他，来看他反应到底是怎样。好了，你可以进来了，颁奖，恭喜你的，
哎、欸，你看他的手，哎、欸，这个我有看过，他有很多手可以换。哎、欸，这个很赞，这个很赞，好好笑哦，妹妹，太搭了吧？雷莉她给我一盒司康，这个是她自己做的，看起来超好吃，因为她最近开始在做司康的工作室，大家可以继续安排哦。终于，到底是多爱猫咪啦？后面那个送你好不好啦？他找你，你在找什么呢？你找骨头对不对？另外，棒，拜拜，拜拜，到家跟我说，拜拜，好。OK， 我现在已经送完莱莉回家了，今天算是过得蛮轻松的，就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。然后今天我妈回来的时候，她也问我说今天洋装去哪里买的，她也想要穿。我傻爆眼，我说这个 XS 你穿得下去吗，老妈？ OK， 那等一下呢，我就要开始来面对现实了，我要赶快剪片，不然就没有影片可以上了。今天的分量快要喝完了，看我的桌子有什么垃圾啊，卫生纸，床后面这样子，然后后面有一大堆杂物，有的没的，桌子也是超乱，我现在整理一下好了，这脏女人超久没有整理房间了。我觉得我差不多该去洗澡了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头发开始有变油的迹象，我真的怕会伤害到你们的眼睛，所以晚安各位，午安。对，没有错，我就是睡到了中午，因为我最近呢就是每天都蛮晚睡的，我觉得自从三级之后大家都待在家里很少消耗体力嘛，所以你睡觉时间就会越来越晚越来越晚，我现在起床就是已经太阳晒屁股了这样子。那我这一集是录八月的 vlog 嘛，本来是打算我可以穿那些美衣然后到处爬爬照，可是因为现在就真的没有什么出去的机会，那我现在就来开箱给你们看好了。哎，这么有气质的衣服不好好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我真的觉得我太对不起他们了。那我现在穿它这个白色的上衣好了，它打开来是这个样子，它是这种软趴趴然后很舒服的这种衣服，是有点米白色的感觉。它怎么穿起来这么好看呢、啊、你看它胸口这边的皱褶，是不是我好像自由女神哦，就是我可以拿一个火炬这样子，哎，非常有气质的感觉。但是它这件衣服是有一点透的，你可以穿浅色系的内衣，或者是你可以像我一样穿一个这种小可爱，就即使露出来你也不会觉得它是内衣。那它的袖子就是长这个样子，这一块会比较下来一点，有点像飞鼠的翅膀那种感觉。它好像还有一件黑色的裙子，是一个百褶裙，它下摆非常特别，不规则的剪裁设计，它可能就是想要让你露出你的美腿吧，在气质中又带一点辣度的感觉。原本我还想说这种百褶裙是看起来有点太正式啊，上班族学生裙的这种感觉，但是我这样穿下来，我觉得他们剪裁真的还蛮细腻的，看起来又气质但是又不失休闲感，它不是那种摸起来很粗糙然后不细腻的布料，它这也不算是有弹性，但是它就是摸起来很嫩 Q， 就是
它会短耶。下一样呢，我们来开箱这件洋装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适合配一个东西。天哪，那这太气质了吧！我是皇宫贵族吗？虽然说它不是我的风格，但是我真的不得不要称赞这衣服真的是还蛮漂亮的。它的颜色就是这种紫色的花花跟黄色的花花，然后它一点点那种绿色的小草草镶嵌在这个布料上面，布料里面还有这种一条一条的银色线条，整件衣服的细节还蛮多的。胸口这边光是这个花纹它就做了好多折好多折，远看你就会觉得线条好像没有很突出，可是却可以让你视觉上这边就是一个 V 字形这样下来，就跟刚刚那件我很爱的白色上衣是一样的意思。你好像胸口这边有 V， 你就会变成一个气质女的感觉。 OK OK， 我抓到这个诀窍了，以后我选衣服就选那种有 V 字领的，我看起来就可以变得非常有气质咯。妹妹妞妞各位，我现在要来做一下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，就是回你们的留言。虽然说我没办法保证之后能不能继续一个一个回复给你们，但是我还是尽力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看留言。棒。今天跟巨人拍片，然后这是乌迪，他一起帮忙拍。把频道放这边，都放这边。专业二人组。现在呢，我们才买一点小吃店的东西，那因为我们是负责开车的，所以我现在就在车上等他们。现在在拍的这支影片，应该是下一拜就会在巨人频道上片了。大家可以先订阅起来，然后我们到时候聊天室里面见。巨人家的狗狗，那的狗狗，嗯，他是不他定格，他定格。是这么开心，这是狐萌吗？太可爱了吧！他很会站，他会坐下坐狗趴下。我懂。哎，是两只手一起，你看他急到趴下，有一个 SOP 的呢。等他知道趴下最后，他三套直接做。快订阅我吗？拜托大家。哎，他差140，希望是你上线的时候已经。拜托大家帮帮，赶快最后看 ID， 看 ID 不到10000了，就可以有上滑链接。说这个，他要取消了。31号之后就会改变链接。大家可以 follow 他的 IG， 他超厉害，是一个厨师。这边真女友好不好？这个就我好好工作。他开始腼腆了。哎，我刚没有按到录影键，你感谢。你会不会太好笑？会不会太好笑？好，我们再来录一次。什么意思？小马屁！你好荒唐哦！怎么会有人遛狗不捡大便呢？因为像原始人都在那边生活，所以哦，这个你是踩到大便达人呢。好
大家可以学桑杰，就是踩到大便的时候，在草丛里刷一刷，再冲水就掉了。所以赶紧溜溜，哎，展示一下你的新鞋子。妹妹，哥哥，哥哥，一个哥，一个哥，一个哥，一好的，各位，我已经回到家了。那这些就是我的八月生活日常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我觉得是还蛮精彩的啦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，分享一道，再可以的话记得帮我按一个赞哦，我也非常感谢你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个人生活的话，记得支持我的 IG 哦。好啦，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